奇提特兰城和山区。这些不是栅栏，没人会想攻击这个地方。这是一个大水坝，将水围在港湾之中。建筑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带你参观着。好的，谢谢你。这一区曾经涵盖了整个城市，现在这是这座城市的第四区。这些人要去哪儿？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活动？那是特拉特洛尔科市场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。这是金匠自己摆出的摊位。我给你七颗可可豆吧，七颗怎么样？不够，至少要一百颗才行。啊，七颗不行吗？羽毛，各种颜色的羽毛啊！看到了吗？他们用可可豆交易，跟玛雅人一样。现在请跟我来，他们在宫殿中等我们。宫殿，我们走。记得要对伟大的蒙特祖玛深深的鞠躬，你必须在他面前表现出最大的谦卑。抱歉，我们不是蒙特祖玛人，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敬意。别露出那种表情，我是伟大神灵的使者，会举止得宜的。那好吧，这边请。我们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传统，但不一定要照着做。万能的蒙特祖玛，我将伟大的神灵的使者带到了你的面前。
欢迎我的祭司和人民都非常期待听到你带来的信息，别让他们失望。伟大神灵的信息是属于大家的，祭司和乞丐都一样。如果时间允许，我也会去听伟大神灵要你带来的信息。我知道你很快就要离开，所以我要利用这个机会祝你平安，同时和你告别。红露，我允许你加入他们的行列。谢谢你，万能的王。 你们可以离开了。嗯。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这个蒙特祖玛只是一个小丑，我就是这么认为的。霍皮豪，我觉得他好像很没安全感，也很害怕，他觉得可能有不好的事要发生。 好吧，如果说默克能做主，他会让他好看的，最好小心。<笑>我很惊讶，你们都认为我有能力做这事，我会试试的。<笑>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吧。就是大家伙呀，是的。 我们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旅程，来到这里，我们很高兴能够看到你们聚集在这里，来聆听伟大的神灵所传达的信息。伟大的神灵教导我们，大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从我们出生到死亡，我们都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。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，没有人能够违反生命循环的神圣规律。 我们在北方受到了许多部落的热烈欢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都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声音。我们要团结成一个伟大的民族。说得对，说得好，我们的优势就在于团结一致。 你一定就是伟大神灵的使者了，欢迎你光临伟大的印加帝国。我正在等你，我要带你去我们的首都库斯科。谢谢你，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高曼。你好，我们都非常高兴你能来。我很抱歉这个住所如此寒酸。
但再远一点，我们会找到更好的。别这么说，已经很感谢你了。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我只是照命令办事。这边请。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动物，为什么把它们关起来？这些是驼马，它们很能吃苦耐劳，而且实用。它们可以背负非常沉重的货物，长距离旅行，每个哨站或者驿站都能见到它们。我会把棋谱交给信差，五天内印加人就会知道你们已经到达了。什么是棋谱？这就是棋谱，这些绳结的数量和位置可以传达信息。我很高兴可以听到，只要再过几天就能到达那里了。不，印加人五天内就能得到消息，但是我们大约要走一个月呢。整整一个月？但是信差五天就能到达那里，为什么要走一个月呢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是啊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印加人的查基斯跑得非常快。每位查基斯带着棋谱，在六分钟内尽可能跑得越快越好。当他快抵达下一个哨站时，他会吹响海螺，下一位查基斯就知道该去准备了。所以消息只需要五天时间就能抵达库斯科。真神奇啊，好像是个非常有效率的制度。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走一个月了。早上好，保加康帝。早上好，今天驼马载的是什么？各种商品，每个行政区都会给印加人贡品。驿站就是收集贡品的地点。我明白了。看到那座桥了吗？我们即将穿过它，别担心，它非常的牢固。哇，真是让人印象深刻，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。我只希望它不会把我们丢在桥中间。把手给我，我扶你。这太高了。桥在晃动，不要往下看。高出去，呼吸就越困难。高曼警告过我们。对，但我没想过会这么糟。看看他们一点都不喘。他们就像走在平地上一样。我猜他们一定很习惯走山路了。
哦不，不会又要过桥了吧？猜对了，不过我保证这是最后一座。等我们到达对面，就很接近库斯科了。来吧。哦，它跟第一座桥没什么不同。 这并不会让我感觉更好，桥晃动得太厉害了。哎呀，如果我们掉下去，我们会摔成碎片的。是啊。欢迎来到库斯科。真美，这一趟来的可真值得。 沿着这里一直向前走，就可以看到幸福广场。你会在那里看到所有的皇家宫殿和庙宇，那里也是通往帝国所有其他城市的道路的起点。我们就快要到幸福广场了。 是黄金做的，哦，他们只是覆盖着一层薄金片。这位是瓦斯卡尔·萨帕印卡·瓦伊纳卡帕克的儿子。你们好，朋友们，我是瓦斯卡尔王子。你好，我很荣幸能见到你。我是保加康帝，是伟大神灵的使者。我父亲要我过来欢迎你，保加康帝，并且他还提出要我当你的向导。谢谢你，你准备好的话就进去吧。他们真有礼貌。对，但是他们还是很怪异。哼，他们是最可怕的噩梦。你也没好到哪儿去。这什么东西？太可怕了！太好吃了！我从来没吃过这个。我也没吃过。我这是什么？太好吃了！很高兴我们成功了。这是趟漫长的旅程，感觉永远不会结束。我感觉我们才进行到一半。说的对，这条路向南延伸，一直到他街上通往河岸的道路。这些道路是干什么的？你想想，多亏有了这些道路，他们才能成功的征服这么广阔的领土。他们的战士能迅速移动到任何地方。 早上好，你们睡得好吗？我们睡得很好，谢谢。你想参加我们的首都之旅吗？是的，我们想了解你们的生活方式。非常好，库斯科绝对能够满足你。跟我来，我来向你介绍我们的人民。以这个广场为中心，城市被划分为12个区，这个城市被分为了4大区，分别代表着世界的4个地区，我们的世界。 为什么你们的建筑要用黄金包着？一部分而已。这些建筑在太阳神庙旁边，黄金是太阳的象征。你们崇拜太阳吗？是的，还有创造太阳的造物主，而萨帕印卡，也就是我父亲，是太阳在人间的化身。那是什么建筑？这座宫殿叫做太阳真女宫。什么？是的，你很可能被选定成为一名太阳真女。 好吧，我很庆幸他没有被选中。那么什么样的女孩才会被选中？我们寻找帝国中最美丽的年轻女孩，将她们带来库斯科。她们共同生活在这里，一起学习编织技术。她们中有些人会嫁入皇室，剩下的那些会负责为印加国王和他的妻子织布彩衣。只不过是为了两个人织布彩衣，需要召集这么多人过来吗？因为每件衣服他们只穿一次。啊，真的吗？然后就烧掉了。 那是什么？真令人震惊！哇，就是太阳神殿，意思是黄金铸成的围栏。哦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。
这是第一个印加人建造房屋的地点，太阳神派他来指引人类，帮助人类。我们周围都是神庙，有太阳神庙、月亮神庙、星星神庙、雷电神庙和彩虹神庙。这是太阳祭司聚集的地点。啊！就开始吧，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不急了，快过去，让一下让一下。好，一起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这是我的父亲，他给大家三天假期，每个人都要去市场。这三天的假期内，每个人都得去市场学习印加的法律。智者议会那边那个人是事务官，他正在向大家宣读一项新的法律。两个卖，看谁不谁不卖。这个怎么卖？那你要卖多少？至少七颗。我从来没在同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不同的商品，这里什么都有的卖。让我们了解到，玛雅人、阿兹特克和印加人都有着相同的起源。说得太正确了，保加康帝。我们三个不同的民族全都来自于同一个祖先，所以你们才会有相同的文化和传统，以及相似的宗教信仰。我们全都崇拜太阳神，你们共同的历史知识也因此保留了下来，并且代代相传。我们也会把知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。